各位朋友，会不会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里人际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啊？小林的人际关系怎么样？我？你不用问我啊，我想人缘很差应该是你吧。我的人际关系，这是什么话？对呀、我的朋友都是响叮当的呢。有哪些人？小凤仙、菜头啊。那田蛙算不算？田蛙哦，那算算对、那算是艺术界。人家好爱你哦，到任何地方都说哦要嫁给贺一清啊。有这种传闻？有啊，很多啊。这就不是我在讲，这就是这个田蛙愚蠢的地方。为什么？我是重看不中用啊，好看是不好吃。说真的，这个其实我平常工作的时候，只要跟人家配合的地方，或者是团体的表演，我都觉得说，大家方便啊，这是我一个哲学，这是我的感觉。所以你真的是众人的好朋友，多少人听着你的歌长大，不如今天，那我点播一首歌好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聊了半天，好不好？总要下一个歌曲来做个定。对呀、就是为这些好朋友来献唱这首《友情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那接着下来就为各位带来这首小林点的歌曲《友情》。友情，人人都需要友情，不能孤独走上人生旅程，要珍惜友情可贵。难追，诚恳相互勉励，闪耀着友情的光辉，永远永远让那友情长记在心头。